民进党全泰会动毒反动毒的对决引发了关注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只花了五分钟就把动毒冷处理，提案人陈昭南称赞蔡英文这种做法很有智慧，但前立委郭正亮坦言台独党纲是绿营执政的最后一里障碍，要面对解决问题才有可能迈向执政。